由著名中国现代舞编舞家李汉中执导的大型歌舞剧《延安保育院》近日在京举行彩排演出。作为庆祝建党90周年献礼作品之一，与其他不同的是，它的注重点不是革命战争，而是用另一种方式来传达和见证了那段特殊的历史精神。1938年的时候，我们延安就是陕甘宁地区呢，就是成立了第一所延安保育院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保育院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年龄是在7岁以下的。一些烈士的遗孤啊，还有边区的一些政府机关的一些孩子们。然后主要剧情呢，就是歌颂，其实就是歌颂延安保育院这些院长啊，还有小保育员，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这些孩子。同时，延安保育院的演员们还进行了现场排练。据悉，该剧将于7月1号至3号在延安大剧院进行正式演出。